过来，大皮蛋啊！今天给大皮蛋安排了一个小母狗，这母狗啊发情了，给我一顿嘴儿。我勒个去！皮蛋这家直接把我给带出来了，太猛了，大皮蛋呀！这个是诺基的女儿啊，诺基是配的那个铁牛的后代，铁牛的女儿。这母狗啊，这个生过一窝。这个看这个是那个山炮啊，山炮配的那个进口的那个赛迪，出的一条狗叫花花，然后花花配的诺基出的它，但是那个花花现在已经去世了，花花原来就在老犬舍了，留的一个白的。这母狗现在能配了，刚才测了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今天给大皮特啊安排了一个小媳妇，然后这个母狗白的是那个诺基的女儿啊，诺基配的那个花花，花花就是铁牛那路血啊，就黑豹的那路血，然后这个是生过一窝，然后没成。这个今天搭配皮蛋啊，一下就给配上了，行吧？这个算成功了。大皮蛋相亲现场，过来。皮蛋，配好了啊，配完了。好家伙，灵珠在那边发火呢，灵珠还有四天就要生养了，嘎嘎，110多斤现在，罚踢了，这菜罚踢。这除了肯定得有滑嘞，有白嘞，还有这虎皮嘞。讲了5天以后吧，死15天以后都短奶呗。行了，完活了，废。屁点大屁点，这家天天是别的荡荡嘞，俺都弄了，我都出来了以后都上那边去找那黑豹去干仗，没有一个出来捞着嘞，你不会逮个最弄的，这家伙这不中，念情其声。大家也是，哎，看见公公上你都帅，这家伙。他俩动完房了，好家伙，拿那一拴皮蛋，皮蛋这家不愿意了，我靠，这母狗也有点不愿意了，好家伙，还咋了，还不舍得分开了，啊，这配完了，现在已经配完了，走吧，行了，你这大老婆马上要生产了，你这弄了他在这着急上火了也不行，皮蛋，你把我带飞了，你想啊，过来，又着急了，那母狗也着急了，进来，先进来。
这大皮特啊，配完狗了，好家伙，还是恋恋不舍的。行了，这个那大哥呢，现在要回去了，把这母狗牵走了。两个月后再期待你的小狗崽儿啊，皮特。走吧，你那是卧卧呗。走吧啊，两月以后，这条小狗原来就在我老犬舍了。那脑子上有几个月啊？有三个月是吧？这仨月是吧？露圈似的了，这玩意儿。走吧，这小鸡肉小身板，好家伙！喂，领住，别走了，慢生了，别走，别跳，走了。这个大爷跟这个大哥一块过来的，走了。配完了，这不是这个大哥来配狗的时候啊，让他把这个赵老板的这个测卵仪器拿来了啊。刚才一测，好家伙，正能配的时候，本来500以上就行了，这一测，好家伙，1000，行。皮特，两个月后啊，又能看着你的小狗了。然后你这个大老婆啊，这两天就要生了啊。看把皮特给兴奋的，啊！一会儿啊，把这个瑞雪放出来，再给他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配了。大皮特啊，跟那个诺基的女儿啊，这个配估计也能出点不错的小狗啊，期待吧。到时候配上了以后，到时候再看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，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